一些呢，每年希望把它三台做一个目标，那这个目标预计过程中内容占做一些改善，就可能这些目标可以做得更优越上。那预计的话，就是把因为现在的钱，那个一线跟二线的中小企业，它是有太大，我们在企业改变之后，先把它加点在一起。